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悠游午后英格兰的实况频道，我是夏克斯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张地图已经好久没玩啦，所以说再不玩的话，可能就要遭天谴啦。听到一些声音呢、怎么感觉好像最近耳朵痒痒的？是不是有人在说，哎，奇怪啊，夏克斯怎么还不出第六集啊，或是第七集之类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不要这样子嘛，小弟还是一介穷学生呢、实在是课业压力稍稍有一点点，也没有说大了，就是稍稍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吧，大概。没关系啦，那既然有人讲了耳朵痒了，不然就是要怎么样才能让耳朵不要痒呢？就是要来制作一下新的录制一下新的一集咯，不然的话耳朵继续养下去也不好啊。没有啦，根本就自己想玩了，借口，各种借口，明明就自己想玩，真是的。坐船去稍微出海看一下是海外的状况如何。对，那地图要带着，对，地图。我的地图呢？奇怪，我的地图呢？我的地图怎么不见了？放哪去了？啊，会不会放在工作室里面？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然后事前的工作，我们要先准备一些东西。那工作台是匹配的吧？还有什么？火把。应该都有了吧，该有的都有了吧，有食物啦，有什么都有啦，马铃薯不用，红萝卜啊，这边有那个吗？这边有小麦田吗？稍微挖一下好了。这里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小麦，分散，再分散 ，OK 了，40块面包，应该足以了，足够了。那铁地拿出来，我们的从怪物箱子里面取得的红石拿出来，指南针，对。然后把地图一张空白地图就出现了。好，再做一张好了，做两张空白地图，只要带在身上，不然的话到时候会没办法拓宽那个地图啊。出海一定要有船嘛，对不对？船先做成一艘船，两艘船。这就是我们的船了，来了，开始我们的大航海时代，冲啊！哇，走这边有点危险了，这么多荷叶啊！经过那个谁的，蓝色铁卷门的教训，我们走这边，从这边冲出去是有危险的、我们挑个好一点的出航地点。对啊，因为这个荷叶太可怕了啊！不管了啦，就直接上了啦。来吧，黄金梅利，不对，黄金梅利号。好啦，这是黄金梅利号冲啊！也不对啦，这应该是黄金梅利号上面的那个救援小船。对，黄金梅利号上面的救援小船叫小小梅利号，好像有点简陋啊。你看。看这些荷叶，我们要先闪过这些荷叶。就总觉得好像这里不太适合啊，这种沼泽地形，不太适合出航，出不去啊。我觉得我应该把荷叶打掉，不然的话，我的船随时会有爆炸危机啊。等一下，这里不是海。
乌龙啦，这个不是海啊，这里只是一般的沼泽。什么沼泽啊？撞掉了。结果我那个小木屋并不是沿着海盖的，根本就是沿着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湖，湖边的木屋，有点惨，果断是有点惨。冲啊！嗯哼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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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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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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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能放 BGM 自己哼，那还这样的，哎，有机会哦。这看起来好像很有 feel， 很有 feel 啊，很有 feel 啊！大海，我来啦！可是海怎么也是这么怪？该不是又是一个超大、超大、超超超超级大的沼泽吧？应该不会这么碎吧？慢慢慢慢开过去，结果竟然还这什么地方？虽然没有探索到海，但是探索一个神奇的地方。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会生成这个？为什么？怎么会有这种地方？让我先上岸，太神奇了、啊！这整个呈现，哇，有没有？这才是真正的伟大的航道，有没有？伟大的航道，嚯！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！我真的觉得哇，真的是 Minecraft 充满无限的惊奇，对啊，无限的惊奇的那个。什么都有可能出现啊！这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出现啊！它让我呈现整个，我受惊了。没关系，虽然说我们刚才又探索到一个非常大的湖，但是这旁边好像有海，其实我们来探索一下海看看好了，有没有？整片的断壁，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洞窟之类的东西。哇，这整个呈现一个让我。让我非常惊讶，真的非常惊讶。好，我们拿地图出发。这，哎呦，有了！这个是雪山吗？雪山的另外一边，所以说雪山是断开来的。哈哈，还继续延伸哇，它可以延伸到哪里去啊？我很好奇好帅哦！天哪，这是什么地形啊？这个已经超越了那个吧？这难道是巨大化世界？独有的地形嘛，太厉害了！有没有看到各位？各位有没有看到？这是太神奇了，这个已经啊。不过我们应该已经可以也有探索到海了吧？哦，等于说是一个方形的，被吃掉了一个方形，有没有？我们到底了，我们从另外一边到这一边已经到底了，我们被吃，整个有一个像长方形的方式被吃掉这样子。这什么 bug？ 这也让我们见证到了 Minecraft 的世界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。你们看到？巨大化世界的地形就是这样子，哇，让人家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用言语来形容它的，叫鬼斧神工吗？它有个很像自然的拱墙跟空岛。真的，我真的觉得《巨大化世界》真的太棒了。好 ，this 英文怎么讲？哎呦，有了！这个是什么地方？让我进去看一下，让我一探究竟一下。那这《巨大化世界》生成的地形就是这样子，整个呈现一个鬼斧神工的状态。好了，这到底了吧？到底就转出来，转出来！哎，等一下我会回不去啊！天啊，
应该不会吧？我只是沿海而走而已，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回不去的。哦，正在山上的很高山的，我有点累了。去到花世界，它还有一个要玩的话，还是需要一点点的那个电脑需求的，因为它的运算上面还是需要有点吃资源的啦。对啊，它是真的有点吃资源，所以说在没有，赶快让我睡觉。对，在没有那个什么，在电脑没有说非常厉害吗？也不是说非常厉害，就是船不要走。好，可以了。他在那个电脑上的配备可能就需要好一点，因为巨大化世界它所需要运算的东西很多。好，那我不讲多说，我们赶快继续看观赏我们的壮阔的景色吧。我们往前面探一下，这张地图既然看到这样，既然地图都知道，那我们就上来看看一下。为什么？乌贼，乌贼把我们船撞爆了。完了，乌贼把我船撞爆了，遇上海难了，海怪，过去吗？过得去。哎呀，不行了。OK， 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了，可以过去了。哎呀，我的船，遭天谴了。地图上就可以看到，很明显有一个很像类似方块的东西，等于说这个海洋的下方也都是就是一个方块，它等于说是像类似 bug 吗？应该算是 bug 吧，就它是直接被硬生生直接切开来，还是说空岛？还是它在空中吗？那海贼王看太多了，这个啊，其实它被海流冲上去这样。对，这整个就呈现一个超神奇的状态。哎，对啊，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完蛋了，找不到路回家，找不到路回家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为什么找不到路回家？完蛋了，怎么办？找不到路回家，哎呀！奇怪，我的方向感应该没错才对啊。慢慢找，慢慢找，总是会找到回家的路。啊，找到了嘛，对嘛？我就说了啊，我的方向感没有错啊，这里啦，就在这边了啦，回家喽，耶、yeah ！我们到我们的美丽的家。为什么我不是在这张地图上面啊？为什么没有出现？bug 了吗？真的？为什么？是我原本那张地图啊？为什么没有出现在里面？对啊，我已经到家了。bug 吗？奇怪，这是 bug 巨大化世界 bug。如果觉得影片不错的话，请给一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非常欢迎在下方多多讨论跟留言，你的回复将会是支持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你看完这部影片，我是夏克斯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